心理学上啊，有一种心境叫做未完成情结，指的是呢，有些没有实现的心愿呢，变成了一种卡住的能量。假如呢，不曾被疗愈或释怀，那么其中的那种失落和哀伤呢，甚至会伴随一生。有人说呢，小盼头能支撑人的一天，大盼头呢，能支撑人的一生。有些心愿其实呢，就是活着的方向。而决定我们过程体验的，除了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还有今天让我们大家伙儿都体会到的那种家人手拉手坚决不放手的那颗心。